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木头做的鱼，木鱼啊，小铃铛。嘿，小伙伴们，你好，我是小铃铛。好嘞，欢迎收看我们最新一期的《泰坦大陆生存记》。嗯，感谢我们的收看。神人们，回归是三次视频的剧情啊，上次视频咱们是按照小伙伴们告知的方法，挑战了泰坦爸爸，成功的把他给击杀了。我的天，这么多小白的！是呀，什么恐怖？我的妈呀！赶紧跑！哥，我们打不过吗？你惹了个什么玩意儿？不是我惹的好吗？惹了个大爷吧？跑之前得把箱子里面的东西拿走。我冒着生命危险在拿东西。这个骷髅泰坦，骷髅泰坦算是那个终极的那个。泰坦生物啦，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跑了。等，果然咱们的家是没办法待了，找安全的地方，安全的地方，沙漠，去沙漠。有没有听到声音？没有，砰砰砰的声音吗？还是什么？嗯，啥情况？我刚刚没传送吗？卡住了吧？可能。哎，过来了，我去，什么情况？泰坦蠹虫呢？说什么来什么，本来咱们这期的目标就是得找到制作那个什么生长血清，然后找一只那个蠹虫，让它变成那个蠹虫泰坦，然后咱们想办法看那个上期视频评论，他们告诉我们的方法就是那个把那个什么哈肯迪姆弓射晕它之后射它的头，射晕它之后喂它吃那个金屁股，哎，倒下了。哇，这个飞机上面竟然是有箱子的，还有，哇，成功了！成功了吗？驯服了吗？成功了！跑不过去，太慢了。你没看到周围好多那个泰坦，那个泰坦小弟，这个蠹虫小弟，我的天！你看我骑在他身上了。我没看到，我在找一个地方适合咱们做家的样子。动不了啊。就动不了，按控制键也好像没反应。你过来呀、啊、哎，啥情况？我在这边看到了枪一样的东西。什么东西？我又被拉到天上去了。什么东西？这白色的东西怎么又在吸？是应该泰坦那个白色的吧？有本事你连我这个连我家这个蠹虫爸爸一起飞上吸到天上去。你别打他呀！我打他的小弟呢。我没掉血。因为你的小弟一直在打我。什么叫我的小弟？这些小弟还连我都打，好吧？为什么动不了呢？可能他因为他在坑里吧。你把他挤一下，看能不能挤到他。怎么挤呀、啊？我这不是他的同胞，怎么挤？你当我是猪呀？你要相信自己的吨位。你看，激动了。哥哥，你给我一个那个是吧？啥什么生长血清，我就可以变成泰坦猪了。没，也对火，看能不能，好主意啊！他动得了吗？我这个白色的光又来了，你看。我已经放弃了，哥哥，我走了。哥，你快到这边来，我这边有一个箱子，箱子里面好像有手枪之类的。这是枪吗？等一下，先把这些小怪给清了，这小怪太多了，这小弟。哥，你自己清吧，他打我打得好痛。动不了，你没穿那个，你穿哈肯迪姆套装就可以那个呀。喂，刚刚飞起来了，哇！什么东西嗡？嘣的一下，刚刚。这个、你看周围什么东西啊？你看周围的方块。哦，我知道了，是这个这个家伙吐的白，那个白色的那个，就是这个蠹虫吐的呀。不是，他小弟吐的。他吐的吗？他小弟吐的。哥，你看他好像很生气的样子，你看。谁生气？这个蠹虫啊，你看他在扭来扭去。是我在动，我在左右动，只能控制他左右动，应该是在这个坑里的原因，按跳键跳不起来。先把他这小弟给解决了，太多小弟了，我的天！他一直在下蛋好吗？
哇，你看周围的方块。我先下来，我先下来，我先下来。你看我被踢了。我先下来，我先下来。屁股都快踢肿了。这小弟根本就打不完的，好吧？对呀、啊，他一直在下蛋，好吗？做个拴绳，做个拴绳，看能不能把他套进来。首先，你是在想我们应该自己找个地方把把家给做一下。不知道他会不会帮咱们打怪啊？觉得好危险，这个世界都充满了黑暗。这个版本的话，只有那个泰坦杜虫可以驯服。之前的老版本的话，那个什么洞穴蜘蛛爸爸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驯服。但是现在他的那个碰撞箱太大了，所以就驯服不了了。我太难了。把它推上去，看能不能用什么方法把它推上去。它应该是在这个坑里面，在这坑里面的原因。好多钱，好多钱，快来捡呀、啊！我不想捡，我被踢来踢去，踢来踢去，皮球都没我这么劲踢的。这个白色的光吗？他的小弟一直追着我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仇什么怨？你用武器打他们呀？是不是傻哟？打了，他总是好小一个，打不中。等一下，我先把这些东西给他卖掉。金屁股居然没有价格的。对呀、啊，金屁股它能合成很多厉害的东西。动不了，还是动不了。可能，应该是在这个坑里面的原因。跳也跳不起来，按空格也没反应。哎，它跳了呀！是要左右 B A B A 乱按吗？没反应啊！你看，只能左右控制它的那个方向。哎，为什么他被我驯服了，这些小弟还会打我？对呀、啊，关键是这小弟真的很烦人哎！我走了，我真的不跟你待在一起了。好烦，这些小弟，怎么能召唤这么多呢？不要再踢我了！不要再踢我了！不要再踢我了！我真的不是皮球。我建议你也驯服一只，咱们来做那个生长血清吧，反正这里这么多蠹虫。我看一下生长血清需要的那个咱们和平一下吧，和平一下吧，先和平一下，和平一下，他那些小弟就会消失了。你把合成台拿出来。完了，我丢了个炸弹，丢出去了。合成台，吓我一跳。看一下所生长血清他所需要的材料：下界之心、辣条、火焰弹、空瓶子。以及那个恶魂之泪好像有辣条，下界之心，你有辣条吗？有，空瓶子还真没有。空瓶子用去烧一下，然后那个我这边恶魂之泪有，恶魂之泪需要几个？还需要那个烈焰粉、烈焰棒，我这也有。这个一份可以做三个，还需要一个火药。火药呢？少了。火药，我看一下，火药好像我有的。你有火药吗？我看一下啊，不要着急。哎，有火药，给你火药。还需要空瓶子，辣条呢？空瓶子在烧，辣条在这儿，给你辣条。下界之心我这也拿了，就还差那个空瓶子。来，我先给你那个金屁股，空瓶子给你。金屁股捡到了吗？金屁股有啊，我有九个呢。九个，给我的吧。OK， 给它放上，这里放空瓶子、恶魂之泪。哦，恶魂之泪还需要一个，再买一个。你把空瓶子捡走了，再丢给我。捡走啦。哎呦。你还要多少个空瓶子呀？给你15个吧。你能不能都丢准一点啊，亲？首先得制作这个烈焰粉。他
肚子底下好多火药、煤炭，再拿个煤炭给我，煤炭。煤炭熔炉里面有煤炭块，你分解一下就可以了。你直接埋给我呀，我现在在合成台这里。你TP我呀！我去捡东西，捡着自己捡丢了。给你煤炭块，煤炭。姐姐丢准一点好吗？好的呢，给你煤炭。好，辣条、下界之心以及恶魂之泪，还有空瓶子，加上两个火焰弹 ，OK， 两份生长血晶，把这里能卖的东西都给它卖进去。生长血晶可以卖耶！我的天，可以卖吗？来，咱们再把模式改回来。改回来那个随便那个右键拿这个生长血清右键下他的那个小弟就 OK 了，要普那然后我要干什么？要普通的小弟。哎，这外面有，你看小弟图，我一直又在打我了，哎呦我好讨厌这里。他们潜到地上去了，地下去了。在这里啊，这里有好多，但是都不是出来。花里胡哨的。好嘞，来了，快用汉肯迪姆弓射他，等他钻出来之后射他的头，射头之后那个在他那个躺下之后，躺下碰瓷之后再用那个金屁股右键他头的位置。啊！他又在踢我了，怎么那么讨厌？他又在踢。和平下，快去射他呀，你射他呀！我要靠近一点，否则我射不中他的头，我没有弓箭了。我来，晕了，快，喂他头的位置，你怎么飞起来了？我是抖了，他，你怎么飞起来了？我也不知道，我一直在那抖。他碰瓷。哎，有声音了，成功了。等他醒来，你就可以骑着他了。他这晕的样子好好笑。喂，我也可以骑。我去骑你的试试看。可以骑吗？他好像不太乐意让我骑的样子。等等。哎，可以骑。可以骑是吧？你看一下按下空格键能不能跳出来？不能，他估计就是不能动的。好气哦。长得好丑，但是又有点丑萌的。他在拱我，我没说你，我说你丑萌，又不是说你。那这个泰坦蠹感觉没什么用了。哎，他一下就把我踹，我的天，还能这样打？怎么了？你看，你先骑在他身上，他给我踢走了。你先骑到他身上。然后我下来的时候，他给我踢走了。嗯。你看，我可以把你挤下来。哦，是你挤的呀，我还以为不会踹飞的。我可以把你挤下来，下来的时候是会被他踹一下，但这只不会，那只会，这只不会。你看这只他有反骨，这只就好乖，你看。我们两个可以同时骑这一只。我是站在他身上的。哦，哎，这只他不会踹我。敢。我这只乖一点，可能那只是用那个什么生长血清直接强行把它那个的原因吧，可能是的吧。多吃点，又踹我。没什么用啊，这样你看一点用处都没有，感觉。是的，长得好看。看晚上会不会帮咱们打怪？我把时间设置到那个晚上看，引一些别的怪过来。除了他召唤的这些小弟，你去把旁边的怪引上。等，在咱们的右边有一大堆的那个苦力怕，我估计那个别去惹啊，可能会惹出来一个爸爸。周围都不刷怪的。你看骑到他身上，这些小弟就打不到咱们了。是的，他打得到我。我这边打不到呀，我可能是我穿的那个无尽套的原因。他还打我，他跳起来打我。天
挺好玩的，挺好玩的。虽然没什么用处，但是那个有气势就行了，有气势就行了。是的。来吧，咱们先结束这期了吧。好的。好嘞，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小伙伴们收看，那么下期再见，拜拜。